做保险是一年还七日哈，在那里享受神，在那里赞美神。那我们这个节气，我们不是七日哈，我们是一个早上。那我相信呢、啊，这个我们节气的末了，主耶稣带那个以色列他们节气的末了，他站着什么？高声说：“人若渴了，就可以到我这里来喝。信入我的人，就如经上所说。”从他腹中要流出活水的江河来，阿们。我们啊，今天不是节气的末了，我们是节气的开始。啊，我们啊，这个我们是守安息日原则，是先享受，后与主同工。不是先享受啊，埋着头苦干，不是，是先享受，与主同工，与主是一。在生活里面享受主，所以我们这一次的题目记得吗？渴慕什么？新的复兴。如何有新的复兴呢？叫什么？天天什么？诚心，借着诚心得医治。还有第二个，祷告求什么？求复兴。祷告要什么？求复兴。所以刚才两个见证哦，西老带少的来这个召会中一同祷告，借着祷告就得着复兴。那什么孩子什么同牧养，我们在小孩里面啊，彼此相顾，彼此牧养，做了什么主日同敬拜。我们啊，这个不仅小孩也有主日一同来赞美主，那我们就不会再说，不会像这说节气的末日啊，就最大是人若渴了，一个节气末了就会干渴，但是我们的节气会更欢乐。节气以后，我们就活在复兴的里面。感谢主，我们的节气没有末了的啊，任何的末了都是一个起头。感谢主刚才看到弟兄姊妹哈，老老少少在这里的交通啊，真是喜乐啊！我想。看这样的复兴啊，持续下去啊！我看主快来了啊！主耶稣，所以我们祖先叫我在地上啊，一场新耶路撒冷的圣会。我想我们在社会上也参加很多的节目节日啊，没有像这样丰富的啊。从如果抱得来的话，看婴儿都可以抱得来啊，几岁的啊？哦，有板有眼的。哎呀，这个业绩都比人还高啊！哦，主耶稣啊，刚才黄弟兄看到青少年跟我说，是不是大专生？我说不是啊，是青少年啊。你看青少年的风物都快直逼大专生了啊！那这个加油一点的话，哦，主耶稣啊，实在喜乐哈、啊！我们这些作为神的儿女的，主给我们一年的这么一个福分何其大啊！每年我们这样聚在一起的时候，哦，想一下，时间真快哈、哦！这个快就是好日子了，这个日子不好过，就是度日如度年哈、哦。好日子过得快，我们也不怕太快哈、哦。主耶稣快来，我们也喜乐。哎呀，现在这社会是在拍鬼啊！哦，主耶稣啊，主啊，我们这次渴慕你再来啊！刚才张弟兄提到啊，这个我们渴望新的复兴。刚才我很被两位圣徒摸走啊，说这个礼拜二都是工作很辛苦的时间啊。刚刚六日过哦，所以工作特别辛苦。这一辛苦，他还来到祷告机会来，这祷告机会在我们聚集里头算比较严肃一点的哦。这个应该是奎眼弟兄啊，有服侍的弟兄们静一静祷祷就可以了。不是啊，这个人人都有来到祷告机会得悟心。得供应的权利，我们每一位在这个新约这个我们现在这个世代里头都是祭司啊，这不是靠几位不是弟兄们祷告，大家都来啊，不行，所以现在教会里头特别注意这个祷告聚会那个比例啊，哪一天我们祷告聚会的比例啊，慢慢的接近小孩，慢慢接近主日的比例啊，我相信主一定来了啊，感谢主，好，我把这个时间。